让丈母娘来家里做客时。我吃饱了。嗯啊，等一下，我最后一口。嗯，我来说，我来说。你敢说？嗯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习惯了，阿姨。阿姨，那你就先看电视啊，我先去忙去了。哎，今天不是没事吗？啊，我就是3点钟到了，我该拖地了。是这样，阿姨，就是我每天除了3点拖地、4点买菜、5点做饭、6点洗碗以外，其他时间都是我自己安排，挺好的。毕竟都是你的嘛，那就管给他煮啊。女朋友嘛，拿来疼的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莫伦哥，另一个把管死了哦。小月，儿姐，快点，你过来。啊，那这就，你可以，辛苦你了。呀，你可以。好嘞，拜拜拜拜，注意安全。哎呀，干嘛？你等一下，亮姐啊。你小一点。叫啊。你干嘛？你叫的给我大声。哎呀啊！